谢谢蔡成荣，在第十关唱的《一拍再相会》。成荣，无论输还是赢，这拢是 last 段呢。哎呀，上尾一关啊，有唔敢无？跟大家有有哈，好了，乖，哎、啊，有空要回来找我们玩，好不好？你感觉我会较想你，还是你会较想我？较想阿德老师个一个每一个老师，好、哦，都想。好了，阿德，你成功了耶！前五集对你没有感觉呢。阿德老师哭哭了。对不对？前五集记不记得一直求他唱他的歌，有没有？前五集都没哭，前九集都没哭，第十集才有哭。对呀、啊。来，成龙，再回再回，难分难舍在心底，你知道这个感觉、这个意义吗？嗯。你会做唔甘的无？会。会吼，啊，你唔甘什么人？每一个老师都有唱新歌，啊，每一个工作人员。大家拢对你足好个，对不？大家拢足惜你个，对不？对。啊，你日后不管去到外远，不管你是不是继续唱歌，不管你读册读到一年、二年、到高中、到大学，你都不能忘记我们，好不好？好。记得唱歌的快乐，我们都好爱你，加油！欸、他没有说到我们两个，没关系啦，我还是很感动，我还是很难忘他。他就说，就大家就有我们两个，没关系。你觉得阿德老师要不要给他讲一下？一定要啊，那是我的那个外星人呢。好，哇塞，好了，我今天第一次用外星人的话跟你讲话，好。不要用音乐。阿布啊，你如果要这样的话，外星人话就国语了，你就讲国语。我一直是讲国语啊，我是要讲台语的。好，那个外星人的话就是这样，要记得哦，就是那个外星人的堡垒在哪里？就在垃圾桶旁边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没有。啊，换地方了。已经换了，搬家了。搬到好了，我要讲一个那个小插曲给大家知道，因为我平常跟那个蔡成荣在私底下有很多聊天，然后呢，有一次他爸爸就看到我说，啊，那个他们是高雄人，我说我也是高雄的，结果这个时候呢，那个蔡成荣就说，爸爸，你把那个笔跟纸拿出来，把那个老师的家里的电话跟地址抄下来。蔡成荣说，爸爸。你不要写，让老师自己写，老师写才会写对，你不要帮他写。结果我就写好了以后呢，他就指那个地址说，因为他都不识字嘛，他指的地址是说，这是高雄的地址吗？我说不是，是台北的。他说不行，这样我们打电话给你，没有地址还是找不到你啊。所以一个小孩哦，就是一直要知道我去哪里，这个很感人。好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